朋友们都说我们家小院缺一个鱼池，我们家其实有鱼池，只不过在我公公的院子里。逮鱼哈。担心鱼塘的过滤系统浪费电，我公公一直没有让装过滤。我老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清理一次鱼塘，顺便看一下以前放的鱼长个了没有。这三条鲈鱼是我老公两年前钓的，因为当时个头不大，所以就放在鱼池里养着。别害怕了啊！现在个头虽然长了，但是池子里的小鱼也都遭了殃。里面本来还有一只乌龟，但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很明显我老公的这三条宠物不太喜欢刀了，可能刀了不在他的菜谱里。把水排干以后，这爷俩又在大缸里找藕，难道他们是在杀鸡取暖？藕是找到了，我看你们明年吃什么。把鱼放回池子以后，我老公又来到了县城的物流，墙上的砖雕到了，今天把它拉回去。我们的小院又堆满了材料。